在过去的短短十几天里，当红花旦赵丽颖和冷面俊生冯绍峰已经在生活中同框四次之多，不得不佩服路人的敏锐和狗仔们的敬业，真是巧合。还是娱乐界又要喜添婚事，成吉同孩赵丽颖出生于河北廊坊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由于家境原因放弃报考空乘专业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选择，才会在2006参加由雅虎网、浙江卫视、华谊兄弟联合主办的雅虎搜星比赛中，通过网友的投票支持获得冯小刚组的冠军，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代表作也是层出不穷，《新还珠格格》、《陆贞传奇》、《杉杉来了》、《花千骨》、《乘风破浪》、《楚乔传》等，可谓真的是影视界的丑小鸭。冯绍峰，中国大陆男演员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可谓是演艺界的富二代级别人物，却偏偏在靠实力在演艺界创下自己的一片天的戏路相对也是百出，代表作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、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、《兰陵王》等，算得上演艺界的白马王子。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，作为他们的粉丝，你们会送祝福吗？